是在地新闻。以这个台东电锅来出名的台东公司，今仔日召开股东临时会，上强的新妇林桂文言收袂掉百年家族企业的经营权。伊所属的公司派，敢那摕到两席的董事，市长派是摕到七席，也就是讲，市长派摕到经营权。这个百年家族的企业，确定来变天。啊！若投票进行，一个股东大声来抗议，讲伊要先讲话，场面有淡薄仔混乱。台东股东临时会一开始就有人伫抗议。我是不给我发言，我发言就没事，都不给我发言。有股东站起来大声要求发言，搁伫会场咧行来行去，希望讲大家拢有听到。是讲嘛，别个股东也会讲爱尊重主席，主办单位家己组一个纠察队去甲调解。警察冇到现场处理，才恢复秩序。本来定三十分钟的股东投票时间嘛，一直延。当选身份：董事，户号853477，静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王光祥。今天大同股东投票的权数超过92.34%，显示股东们都十分的关心大同的未来，也非常的感谢林郭董事长用很平和的心来支持今天的临时股东会，已经决定就是请林文渊先生来当董事长的。临时股东会召开后的两点钟，大同的经营权确定变天，选举结果市场派胜利，得到七十董事主导以后，大同的经营权。Thank you.